大利呢，现在呢肯定是去不了了，对不对？那不过呢，如果你想看一些罗马雕塑的话，罗马建筑的话呢，你就可以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来嘉兴，那就是来，快点来嘉兴，那就是来嘉兴看一下就好了，来嘉兴看一下罗马雕塑。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条马路啊，这样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古罗马的雕塑了，看到没有，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古罗马雕塑了，我们去看一下吧。马克奥勒留呢，是古罗马的五贤帝之一，就是说呢，他是一个很好的皇帝。我们常常听到的《沉思录》这本畅销书呢，就是他写的，可以说是一位哲学家皇帝。那在古罗马给皇帝做这种骑马的铜像呢，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之前在关于毁坏雕像的那一集里呢，也有说过涅尔瓦的那尊骑马铜像嘛，对不对？可惜呢，那座是残缺破损的，而这座呢，就是非常的完好。原像有差不多4米多高，你可以看这张照片感受一下那个比例，应该是要比这个小区这座来的更大的。那马克奥勒留这座特别在哪里呢？特别在它非常的完好。你要知道，曾经虽然有很多皇帝的骑马铜像嘛，可是最后剩下完好的呢，就只有这一座。为啥呢？因为铜是非常珍贵的一种材料来的嘛，金银铜铁都是可以拿来再利用的，比如战争时期啦，就可以重新铸造兵器，那不做兵器呢，也可以做钱币，一下子就发财了，对不对？而且后来呢，基督教就兴起了呢，古罗马算异教，那这些异教徒皇帝留着又做什么用呢？那就跟很多古希腊用铜做的雕像的命运一样，都会被回收利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大多数的铜像呢，都是之前啊不小心掉在海里被发现的，所以呢才可以保存了下来。那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尊马克奥勒留的雕像能够保存下来呢？因为古人把它给搞错了，他们把它误认为呢是古罗马后来的一位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大帝。那为什么同样是罗马皇帝，那个不能留而这个能留呢？因为君士坦丁大帝是古罗马第一位转信基督教的皇帝啊，所以基督教徒呢是非常敬仰这位高瞻远瞩的英明大帝的，就跟很多古罗马的文学也一样嘛，能够流传下来的呢，还是要靠基督徒一代一代的手抄才能传承下来的。比如为什么维吉尔的诗歌能够那么完整的保留下来呢？因为很多基督徒啊就觉得维吉尔的诗里呢就有写到耶稣的诞生。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维吉尔影射的应该是奥古斯都，不过没关系的，他们觉得是耶稣，那就是耶稣咯。所以呢，马克奥勒留的铜像可以那么完好的保留了下来，然后我们在全世界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尊铜像的复制品。然后呢，这里还有类似这些奇奇怪怪的像天使一样的雕塑，不过呢，这些一般般，我们再看下去吧。然后走上台阶来呢，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大一点的一些雕塑了，那边也有。这个雕塑在这里其实是有点奇怪的，因为这根本不是古罗马的雕塑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座雕塑是在法国的，而且是一座现代的作品。在哪里呢？就在现在巴黎的歌剧院的门口。这座歌剧院呢，也算巴黎的一个地标来的，建造于1875年嘛，就是我们的光绪皇帝继位的那一年。所以你看，跟刚刚看到的马克奥勒留差了1000多年了吧。不过乍看之下呢，挺像罗马的，也许这个小区的设计师在摆渡雕塑灵感的时候呢，觉得，哎，对了，今天活还没干完呢，哎，摆渡里找一找吧，找一找吧。哎呀，我去。那其实在巴黎歌剧院的门口一共是有4座
同一系列的这种雕塑的，都象征着呢歌剧里面的一种元素。比如呢，这座就叫做舞蹈，这座呢就叫做诗歌，而这座呢叫做戏剧。那你猜猜这个小区里这座叫什么名字？你猜猜看。中间这位手里拿的纸和古希腊的竖琴，那左边这位呢手里拿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是古希腊的一种笛子来的，但不过呢是两根的，所以同时可以发出两个和声。然后右边的这位呢就奇怪了，突然又时间一恍惚有了小提琴了。没错，这座雕像的名字呢就叫做音乐。舞蹈、诗歌、戏剧、音乐，就是一部歌剧的完整的样子了。然后往里面走呢，就到了小区里面的住宅区了，就到了里面内部了。虽然我讲话轻声一点，不要影响到大家睡懒觉，这些肯定是什么有钱人的别墅来的。哎，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难道就是古罗马传说中的？哦，没有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可能就是很土的嘉兴的马吧。哎，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我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了，你有没有看到上面写的什么？这里，这写的丘比特花园。哇靠，这里还有什么？一个宙斯花园。说实话，这里有个错误，因为丘比特呢是罗马来的一个神的名字嘛，丘比特我们都知道，那个射箭的嘛。那宙斯的话就是一个希腊神的名字了，那罗马神里面相对的那个神呢就不叫宙斯了嘛，对不对？叫朱比特，所以这是一个错误。哎，你们小区物业管理人在哪里？改一下，改一下。那这座雕塑呢就厉害了，不是法国的，也不是现代的，而是文艺复兴晚期的好东西。雕塑家是很有名的，叫做 John Bologna， 虽然是文艺复兴的，但这座雕塑的主题呢是完完全全纯纯粹粹古罗马来的。这个故事呢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叫做 The Rape of the Sabine Women， 就是古罗马建立之初啊，人口太少了嘛，罗马建立之父 Romulus 带了一堆都是壮年男子攻城略地用的，那现在要建立国家了就不够了嘛人，那为了增添人丁呢，我们以前是要设立光荣妈妈鼓励生育，而古罗马呢只有小哥哥，那该怎么办？好，去隔壁村里请些女孩子来我们这里玩，然后呢就抓回来当老婆咯。一听就是很可怕的一个场面了，对不对？所以这座雕塑呢就表现的那一刻，一位罗马人在争夺的这位姑娘，而这位姑娘的丈夫呢被打倒了在地上，苦苦哀求，饶过小的吧，小的自小就只这一位结发的妻子，虽她生的俏生的骚，可如今被你夺了去，小的以后可怎生是好，家中有两斤米待烧，还有一房亲眷需她照料，武松虽好，可毕竟人家还在景阳冈啊。啊，今天是讲古罗马雕塑吗？那这座雕塑的原像呢是从四米多高的一整块完整的大理石雕刻出来的，难度非常不小，而且从艺术上看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不管是我们之前看过那个拉奥孔啊，还是再早一点的希腊雕塑，还是差不多同时期的那种什么米开朗基罗雕塑，好比大卫啊，好了，你发现一座雕塑的最佳观看位置呢就是正面，除非你有别的嗜好。 Oh my god， 那通常很少人会在意一座雕塑的背面的嘛，或其他角度的嘛，那雕刻家呢也很少会把除了正面以外的角度呢搞得很有趣，那这座就不一样了，三个人扭打缠绕在一起，每个人的脸呢都是朝向了不同的方向，肢体的位置和角度呢也是不同的，所以你可以绕着这座雕塑360度的观看，有很多的观看点，当然这个小区把它靠墙放了。哎，可是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嘛，这座雕塑的主题是有问题的，是一场性暴力，直白一点呢就是强奸。我知道有人说 rape 这个词啊，在拉丁文里的词是 rapio， 字面意思呢就是抓走、抢走、拿走的意思，不能翻译成英文 rape 的意思，强奸。可是如果他们抓走又不强奸，那他们抢走是要来做什么呢？打扫卫生吗？帮你洗内裤吗？
切水果吗？其实呢，就跟欧盟现在用的那个符号一样有问题。我之前也讲过了嘛，他们用那个欧罗巴来象征欧洲嘛，可欧罗巴也是被宙斯强奸的呀。所以你们觉得这座雕塑该不该被放在这里呢？会不会因为它的主题太黑暗需要被移走呢？还是说这就是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没关系呢？我很好奇你们的看法，非常好奇你们会怎么想。好了，现在就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宙斯花园，堂堂的希腊最厉害的神的花园长什么样子吧。噔噔噔噔，就是一串台阶，一点树木，一点草坪，就没了。宙斯花园。不行不行，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刚刚我们看到的丘比特花园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真的是比宙斯花园还要来的夸张来的。你猜丘比特花园里面有什么东西？猜猜看。没错，不是什么，哎呀，有什么裸体女郎啊，有什么很帅的小伙子要在里面来给你一些丘比特的爱意。哎，里面是一个小朋友的公园来的。这根柱子呢也很厉害的，其实因为你知道在罗马散步啊逛街嘛，你都会看到这种柱子来的嘛。但是这根呢有点怪，因为你仔细看的话，上面有很多那种雕刻，那种雕刻不是什么拉丁文，是什么呢？是埃及文，埃及的象形文字。什么来的？上面刻的都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啊。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小区的设计师又在打游戏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呢？刚刚是把巴黎的现代雕塑挪用了过来吗？那现在怎么又把埃及的雕塑拿了过来呢？这还是个罗马小区吗？其实我告诉你啊，这次啊，其实没有错。罗马呢，就是有很多的埃及的石柱，曾经有很多，现在呢，差不多十来二十根左右吧，在罗马市里面。为什么呢？就好比这根，现在在万神殿门口的广场上，曾经是埃及的法老拉姆西二世在公元前差不多1000多年树立在一个埃及神庙前的。那后来罗马嘛占领了地中海嘛，然后也统治了埃及嘛，就把很多埃及的东西呢运回了罗马。这根柱子呢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呢把它重新树立在了一个叫 ISIS 的神庙前。哦，不是那个恐怖组织 ISIS 啊，而是古埃及的一个神，也叫做 ISIS。 那当时这个神 ISIS 呢是在罗马很流行的。然后你看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埃及的柱子下面呢还有一个好大的一个喷泉池，罗马呢也有类似的，对不对？好比这个呢在 Novana 广场上，但这个柱子不同的地方是呢，它不是从埃及搬回来的，而是罗马皇帝图密善呢吩咐工人重新打造雕刻的，是一个罗马的仿冒品。所以连罗马人都能仿冒了，那我们嘉兴再仿冒一下也没什么问题了，对不对？只不过这些马好像有点脆弱，需要扶持一下。我猜呢设计师应该是参考了那个在意大利罗马很有名的那个喷泉池的设计嘛，那加了几匹马显得更壮观一些。哎，只可惜呢工人觉得可能难度太大，哎，随便插两根在那里顶一顶吧。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雕塑，往后走呢就能看见这里有一匹狼，狼的身下呢有两个婴儿。这座雕塑呢就是最经典的罗马符号了。罗马的建立故事我想不用再多重复了吧。这两位婴儿呢，一个就是 Remus， 另一个呢就是 Romulus， 两兄弟被母狼养大的。后来呢两兄弟就建立了罗马。不过这座雕像本身呢是有问题的，这座原像呢现在也是在罗马的。那以前有些很厉害的一些艺术史专家呢就专门研究这匹母狼啊，觉得说这应该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个雕塑，就通过分析它的毛啊它的纹理啊，就觉得这是一件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文明的艺术品，并非罗马的。但是下面这两个婴儿呢是后来的，是后来加进来的，差不多是在公元五世纪后加的。那这个就夸张了嘛，狼和婴儿之间差了2000年呢，是后来人觉得这座狼很适合做罗马符号，所以又加了两个婴儿呢？还是说本来其实是有婴儿的，只不过丢了或者坏了才重新做两个婴儿呢？那就不知道了。不过最近呢有学校做研究呢用碳来定位嘛，发现母狼和婴儿呢可能都是公元11世纪左右的艺术品，所以呢他们两个呢都是后来的，
哎，做学术就是这样的啦，没有什么确定的呢，对不对？不过呢，也不重要了，因为母狼和那两个婴儿呢，就是一个符号，是从古到今罗马的符号。你看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呢，就用它当符号，对不对？还有呢，罗马现在的足球队呢，也是用这个当队徽的。但我觉得人呢，都还是有记忆选择性的，跟刚刚那座关于强奸那个雕塑一样啊，母狼和两兄弟的这个符号呢，也是不能深想，不能去细想的。因为这个故事的最后呢，兄弟反目，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才能登上大位，建立罗马，权力的斗争。但这些呢，都不影响继续把这个当作罗马的符号。虽然罗马的建立呢，是充满了暴力、血腥和残忍的，不过至少呢，他们还是比我们强的。因为我们呢，是个连圣诞树都会害怕的种族啊。好了，我们刚刚逛了一大圈呢，看了很多有的没的雕塑，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整个广场啊，这是一个大的广场来的哦，是不是很少见到有这种住宅小区呢，会浪费那么大一片地做这样一个广场吧，对不对？那从上往下看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广场呢其实很罗马。如果你有幸去过罗马呢，旅行团肯定会带你去一个叫做古罗马遗迹的景区，而这个景区呢，就是一个大大的罗马广场。罗马广场在古罗马人的生活中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啦就在这里，那些之前说过那些元老院啊什么的政府机构呢在这里，然后呢商业也在这里，好比那个很有名的图拉真皇帝的市场啊，然后呢还有宗教活动，然后呢看演出等等等等等等都在这里。我们在这张平面图上呢就能看到，每个广场呢都是以当时命令建造的皇帝而命名的，什么这里有什么奥古斯都广场啦、凯撒广场啦、图拉真广场啦，对不对？而且建造广场呢，是每一位皇帝任内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绩，代表你是很厉害、很好的一位皇帝。那古罗马呢，就有这样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讲奥古斯都的，说他看到罗马的时候呢，是一堆破砖瓦，等他走的时候呢，罗马闪耀着大理石的光辉。Marmoream relinquo quam latericiam acepi， 建设城市、建造公共设施，特别是超大型的，就是一种政治宣传。所以呢，其实呢，这时候你发现嘉兴和古罗马的关系，或许不只在这个罗马小区的雕塑与建筑了吧。因为嘉兴呢，现在也在经历着巨变，哎，什么铺起了高架桥啦、电车、铁轨啦，马路被重新修整啦，房屋的外面呢也要重新装修一下，要搞得古色古香，富有江南气息，很有中华传统的意味。那到处呢都在建设，到处呢都在整修，大吊车啊、挖掘机啊、扎运车啊，是随处可见的。整个城市呢就是一个大工地。那为了什么呢？为了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今年诞生100周年咯。所以在嘉兴或许是很能体会到当年罗马在经历巨变时的感觉的，对不对？就是到处都是工地啊。那至于嘉兴人民喜不喜欢呢，那不如就去多读点古罗马的书吧，看看他们当时喜不喜欢呢。好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